一出事儿怎么办呀？ 是偶然，心跳有些慌乱。欧阳，现在这么晚了，又打不到车，你想让他被淋死吗？无论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毕竟他是我曾经最好的朋友。欧阳，我藏起了对你的意。 发现心被你填满，小心的试探，寻找着答案。没有。像漂泊的船，渴望能靠岸，再大风浪也不能阻。 愿为你放弃所有的从前，却不能转移看你的视线。从什么时候再也离不开你温暖的笑脸？愿陪你走向每一个明天，爱你就像呼吸一样自然，享受在你的身边。开门。 褪去浮华的简单，直到永远。上车。护士，他怎么样？患者是肺部感染，还好你们送来的比较及时。如果再这样烧下去啊，后果很严重。他现在啊，一般的消炎药引起不了作用了，我们给他打了有针对性的消炎药，很快就会起效果了。谢谢。打完这瓶告诉我啊，还有4瓶要打。好。 欧阳，无论你之前和林美雅发生了什么，毕竟她现在病了，我们理应留在这里照顾她。放心，我不会介意的。我去给你买点吃的，等我。 董事长，林美雅在雨中晕倒了，现在在医院，肺部感染，严重吗？已经上了点滴了，很快就能退烧。把位置发给我，我马上过去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最不希望你受到伤害的是我，最不希望你难过的人也是我。 但是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面对你，我不敢看你的眼睛，我不敢跟你多说一句话，我甚至不敢面对自己的真心。相比告诉你真相，我宁愿你恨我。但是现在看来，是不是做错了？ 你告诉我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我守着你，叶龙啊，董事长，欧阳在呢吗？对，刚才徐思雨出去帮欧阳买饭了。你到车上等我。好。啊。 爸爸陪你，你不用怕，不会让你有事儿的。 我该问你啊，你儿子的女朋友病了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你小点声，病人需要休息，别那么大声好吗？咱俩出去说行不行？病人，那我非要在这儿说，最好这位狐狸精小姐能够醒来听听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呀？我胡说八道，你刚才小手拉得够娴熟的呀。这样，先到外面，咱俩到外面说好不好？要不是有人把这张照片发给我，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。 这是医院，你能不能小一点声？走到外面！你干什么？你撒手，有什么对不对人的？你干什么？我就要在这儿说，你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我就当着他的面说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干嘛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我就要在这儿说，你放开我！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你怎么回事啊？你干什么？你能不能小点声？你干嘛？你这是干什么？过来，过来！ 你进来，进来！放开！秦月，你过来，你听我给你。你闭嘴！你太恶心了，你！原本我在想，欧阳被那个狐狸精迷得五迷三道的，怎么突然就分手了？我以为是他醒悟了，原来是被生他养大的亲生父亲把这个狐狸精给勾走了。欧长林，你太不要脸了！ 你这把岁数都可以当他爸了，齐云，你这是在说些什么呀？你不承认是吧？好，我现在就去找这个狐狸精，我让她亲口承认，她为了上位不择手段，竟然勾引自己男朋友的父亲齐云。你听好了，你手机上那个人不是林美雅。 是林美雅的同袍姐姐杜若楠，林美雅的原名叫杜若雅。这一对姐妹是杜小月和我的孩子。当年小月离开的时候，她已经有1个月的身孕了，但她自己并不知道，小雅生下来 就有先天性心脏病，小月无力医治，只能把她送进孤儿院。之后，她便带着若楠远走他乡，而小雅则被林志国收养，改名为林美雅。我知道你不敢相信，我已经和若楠做了亲子鉴定，这2个孩子 确实是我的亲骨肉，其实我不是故意瞒你，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告诉你。欧阳已经知道了这件事，但他选择了独自承受这一切。我们已经商量过了，不打算把这事情告诉林美雅。 他受不了。喜欢你就像是某个雨天里的气息，干干净净让我很安心，徘徊在你手心的秘密，让我们一起解开这谜底。 这就是你跟我在一起的原因吗？这就是最快让林美雅死心的办法吗？我还自作多情的以为你喜欢我。 对不起，思雨，我不想伤害你，我是真的想跟你试一试。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愿不愿意接受我。即便我知道你这么做全都为了林美雅。 即便我知道你根本就不爱我，可是我还是做不到拒绝你。欧阳，我也是个有骄傲、有自尊的女孩子，我并不是对谁都这个样子的。我为了你 从法国休学回来，我为了你甘愿去做林美雅的备胎，难道是因为我爱你？从我见到你的那一刻开始，我就爱上了你。我真真的希望你不要伤害我。思雨，林明雅是我的妹妹，我们不可能在一起的。我会好好努力去爱你的。 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的。小黎叔，小拉，我怎么在医院里啊？慢点。感觉好点了吗？ 嗯。昨天晚上不是已经回家了吗？为什么还要跑到俱乐部去呢？ 就算去，为什么不让我陪你一起去？昨天晚上，我是去给欧阳还戒指的。回来的路上就下雨了。我想过给你打电话，但是我的手机被水淋坏了。后来你就晕倒了，是欧阳还有徐思雨把你送到医院里来的。 太丢人了！我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他刚打完消炎药，医生说他已经没事了。他就交给你了。 一点都不丢人，我反而觉得你很勇敢，面对每一段人生经历，你都能有勇气去向他告别，这一点我都要向你学习呢，真的。林美雅，你这个大傻子！ 你在我哥俱乐部怎么都能让自己淋雨淋到住院呢？你怎么不给我哥打电话呀？你让工作人员给你派辆车把你送回来，或者你干脆就在那开个房住一宿，今天早上再回来呗。你就别说我了，我在那个时候脑子根本就转不了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你就应该告诉我，我陪你一起去呀。我听我哥说，徐思雨那个贱人也在。说了呢？他以前从来不让女的陪他一起去俱乐部的。妈，说够了没有？妈不是让你带饭来了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要不是今天早上妈一直跟我叨叨叨，我早就来了。你俩饿坏了吧？这个是妈特意为你们准备的爱心早餐，还叮嘱你们一定要全部吃光。我给你们放这儿了，我走了啊。你去哪？你不跟我们一起吃饭了？妈还交代了，说你们俩一起共进爱心早餐的时候，我最好消失，有多远滚多远。所以我现在要滚了，请慢用。等一下，那你去车里等我吧，一会儿带你俩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到了你就知道啦，赶快消失。请慢用。哥，你要带我们来的地方就是老店呀。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我的天哪，哥！小雅，黎东给咱的老店盘回来了。行啊，你哥，你也太浪漫了，我都快哭了。 小李说：“因为我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可是我不能。”我最不喜欢听到你说“可是”这两个字，好吗？所以，请你不要先拒绝我。我这么做，也不单单只是为了你。你们家店在这条老街上风风雨雨，应该有10几年了吧？我相信，不单单是你对他有感情。 所有吃过你们家店小龙虾的客户，都会对他有感情。我这么做，也是为了那些怀念你们家味道的老街坊、老邻居们啊。我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看到林家排档能够恢复到以前的样子，那么的温馨，那么的热闹，味道那么的美，对吗？ 我把这家店盘下来的钱，就当做是对林家排档的投资吧。这样，我出钱，你出技术还有管理，你呢，占这家店51%的股份。每个月的月底啊，我会亲自来查账。到了年底，你还得给我一份最终的年终报表，还有第2年的工作计划表。你觉得这样，你可以接受吗？ 不说话，我就当你默认喽。好了，那从现在开始，你正式是林家排档的大股东，你有一票的最终否决权。那么，祝我们合作愉快。行了行了，是不是还得放炮啊，土豆？对对对，我都忘了。吉时已到，快放！ 杜小月是你的亲生母亲，是。林美雅是你的同胞妹妹，是。你现在住哪儿？酒店。怎么能住酒店呢？你是欧长林的女儿，她家大业大的，怎么也得有你一席之地啊。这位是？那阿姨你好，我叫苏子杰，我是若男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。哦，那也一起住过来吧。好啊，阿姨。之前家里很冷清，你们搬进来说不定会热闹一些。我这就让他们收拾出2间房，你们今天晚上就住进来。好，好，这样也好啊。只是希望你们暂时不要把这件事情说出去，因为林美雅之前和欧阳的关系，她的养父现在又昏迷在医院，所以出于保护她的原因，我和欧阳商量出来的结果是，不打算把这件事情告诉他。等将来时间治愈了一切之后，我自然会公布的。所以，若男这一边，暂时先委屈一下喽。我无所谓，就是最近不能去找梅雅。嗯，自打你来了以后，还没有见到她呢，是不是？哎，叔叔，见不着也没事，这不还有我呢吗？我陪着她呢。好，好，你瞧瞧，这都唠上家常了。若男子杰，你们别见外，就拿这儿当自己的家。好，我有事先上去了。阿姨您慢点啊，阿姨再见。喝点水。喝点水。哎呦，这也算有一席之地啊！哎，不过你说他们家这么大的房子，就给你这么小一屋，真抠。有个地儿住就不错了。你要愿意在这儿住呢，你就住在这儿；你要不愿意在这儿住，你可以滚回酒店。我住啊！咱现在也算是住进来了啊！哎。我才刚反应过来，你现在是欧若男了，你再也不是那个跟着我四处坑蒙拐骗的杜若男了。你才坑蒙拐骗呢！哎，刚才你也看见了吧？你那个后妈完全是化骨绵掌啊，那阴狠的内力完全隐藏在温柔的笑脸之下。我看见她，我才明白，那后宫里边最狠的皇后啊、妃子是什么样。我刚才我都觉得冷。你不觉得冻得慌吗？啊，你冷吗？嗯，我看你刚才，阿姨你好，阿姨再见，你不是挺热情的吗？我那不是为了你们俩将来的关系能处得好一点吗？那现在懂点事儿，也不算吃亏，对不对？你就是骨头太硬了，你真的该去学学那个化骨绵掌，知道吧？我是欧长林的女儿。我又不是他女儿，这是他家，也是我家，你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。行，那我就踏实住着吧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干嘛呀？还不让人躺会儿？你还不赶紧回酒店把咱俩行李拿过来？得嘞，我这就去啊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小瑞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放弃退出欧氏的念头。欧氏还得是你的，听到了吗？ 杜小月是你的亲生母亲，是。李梅雅是你的同胞妹妹，是。这20年来，我的心中生长着一棵参天大树，它的根深深地扎进土里，它的枝叶为我遮风挡雨，但也正是这棵树。 挡住了我头上的那片天空，于是我不惜将那棵树连根拔起，心中只剩下一个空空的黑洞。我本以为我可以用欲望再次将它填满，但是那里却早已是冰冷刺骨，寸草不生。我苦心积虑，忍辱负重了那么多年。 却跟我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，我以为我飞上了天，可是，一转眼才发现，在我拔掉那棵树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掉进了那个深深的黑洞里。我想要再爬出来，却再也找不到那棵树了。 行了，你也上去休息啊！你买点吃的。晚上想吃什么？牛排沙拉吃腻了是吧？咱们晚上吃火锅吧，好吧？吃点辣的，喝点冰啤酒。哎，咱们今天吃冰淇淋好不好？别管胖不胖的了，今天好好吃一下啊！你会不会后悔啊？ 我后悔什么呀？兜兜转转的，才发现当初被你甩了的女人，才是欧家的亲生女儿，而现在你孩子的妈妈，你未来的老婆，在欧家的地位越来越低了。甚至原本我就不应该姓欧。不是，那是什么意思？ 你觉得我是为了进欧家才接近你是吧？咱们两个人一起经历那么多事情，在一起那么长时间，你现在还觉得我是为了进欧家才跟你在一起的是吗？你干嘛这么激动？我也就是自嘲罢了。你不觉得我现在很可笑吗？ 激动是因为我为你不值。你为欧家做了那么多，付出了那么多，结果呢？他欧长帝现在冒出来2个私生，你刚刚看没看到他对杜尔南的样子啊？你看没看见他对杜尔南的态度？我怎么就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对你呢？你难道自己你自己一点都不生气吗？ 好了，我现在有你啊，还有宝宝。我们将来会有一个完整的家，他们之间那些恩恩怨怨的，跟我也就没有关系了。我现在呢，就想宝宝健健康康的，然后我们给他一个完整的家，给他满满的爱，这不就足够了吗？其实我不够惨，欧阳比我惨多了。他跟林美雅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才发现是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。 不过你跟林美雅也真是有缘分啊！之前呢，我还在担心她会成为我们的弟媳，这样你们两个人见面就尴尬了。现在可倒好，直接升级为妹妹了。行了，不说了啊，上去休息吧，我去买东西。 杜小月是你的亲生母亲，是。林美雅是你的同胞妹妹，是。你现在住哪儿？酒店。怎么能住酒店呢？你是欧长林的女儿，她家大业大的，怎么也得有你一席之地啊。我希望你脑子能够清醒，重新审视一下你们俩的关系。你能确定，不是为爱情而冲昏了头脑？我确定。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。如果和你在一起的同时，还和那个林美雅不清不楚，那我就要提醒你，你可能是看错了人。 我这个总裁在下次股东大会的时候将要卸任了，离开管理层也是早晚的事情。那你就别卸任了，总裁是大家选出来的，谁有本事，谁能给大家带来最大的利益，谁就有资格坐在那个位子上。现在网上铺天盖地的全是欧阳向林美雅求婚的照片，他们两个应该很快就会结婚了。在想什么呢？ 你很在意吗？放眼眼的气质，我的脸，我的手，我的发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。你远远的待在那个城、那个路、那个房、那个灯、那扇窗口。我静静的放着你给我的 CD， 音乐当作背景，怎么唱？家。